非常的开心，看到大家这么热情，然后参与公益，然后也非常的非常的荣幸能够担任公益大使。然后，因为其实不只是我担任公益大使，也是在提醒我自己，真的要维护我自己的肝，要顾好我们的心肝呐。有时候运动，我们大家都很爱健康，可是有时候会很忘记自己的，是有时候太累啦，对啊，吃太饱啦，工作的压力啦，是很多不得已的理由啦，对不对？交际应酬，他不会告诉你他不舒服了，所以自己真的要这个。最近我的肝不是很好，先要好好的保养一下，是，等一下那边可以马上去体验，好不好？给我们这个肝病防治学术基金会的朋友们。而且今天呢，这个跑完啊，今天呢，有这个退还的100元，如果你想捐出去，也可以直接去我们的这个摊位哈。好，非常非常的不错，也非常谢谢美珍今天特别来到现场。那当然，我想呢也。很谢谢布马呢，每一年我们都呼吁到很多有爱心的跑者们跟我们一起共襄盛举。那当然呢，今天我们有一个这个公益的受证。